我们要积极的工作，努力赚钱，但是能够具足有多大多少的福报随缘，三餐过得去就可以了啊。我们要活着总是要对不对，打拼嘛，啊，所有的打拼啊，拥有多少就关照，这就是自己的福德，自己的因缘。记得啊，三宝门中好修福，一粒种子万粒收啊。